我要去韩国首尔，这次我要带江江、赵妈，还有赵杰、宁宁。赵妈没有去过韩国，我们看赵妈会在韩国出什么样子。嗨，阿尼哈西欧，很高兴这次带赵妈一起来首尔玩咯。来到首尔玩不就是吃吃喝喝跟逛街。赵妈逛得很开心哦，挑衣服可没有手软，然后我们都逛了一些时尚啊女孩们的店，可是都还有适合赵妈的衣服可以买哦。你会不会很好奇她到底在首尔买了些什么衣服？现在就要看我们的赵妈时装秀，看她在首尔挖到什么宝。在首尔买得很开心，每件衣服都觉得真的是挖到宝。这么买的衣服我觉得还不错哦，穿得这么开心，买得这么开心，我就很开心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希望你喜欢，也带你的长辈到首尔走走吧，拜拜。See the light inside you, brighter than the sky.